各位万户禅师的法师，以及清华大的国友，下午好。今天咱们在这里在这个寺院当中啊，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开示。因为时间关系，我想只讲简单的三个方面的道理。第一个道理，大家要升起慈悲之心。今天我们下午在这里举行一个放生是卖的这个生啊，有废禽也有鱼鸟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些众生啊，我想我们念放生仪轨的时候，大家要内心对他们升起慈悲之心啊，内心对他们升起慈悲之心。我看到沿海一带的这些城市里面呢，噪音确实是严重。刚才我从北京过来的时候，就当时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你到那个秦皇岛，很好，那边的海鲜特别好吃，那边的螃蟹很好吃。他是在新加坡交流的一个朋友，时间有的朋友，他给我这样说。我说，我是吃素的，后来他说，我忘了，对不起。所以从这个话的，侧面意义来讲，的确是，海边的城市里面的人呐，造的业，应该说是非常的严重。也许我们这里包括皈依佛门的一些弟子啊，在皈依自己的真理一生的时候呢，会想起来很多比较触动的故事，杀害众生，这个也是跟众生的学理有一定的关系。那这样，我们作为大乘的这个学佛者来讲呢，一定要有一种慈悲心啊，平等心，还有关爱心来救助这些可怜的众生。这就是我们应有的责任。所以说呢，就今天我们大家共同这个放生呢，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放生呢，让借助一切的灵魂在自己的身心健康和世界和平带来无比的这个力量。暂时或者是究竟获得了这样的无上的这个解脱就是获得了无上的解脱。所以我想呢，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放生就是确实有非常大的这个功德和利益功德和利益。还有我们这里呢也有许多念佛的人学净土的人比较多。学净土的人呢，我也希望不要以这个扎修为借口诽谤这个藏传或者是其他的传承的一些佛教。我们佛教确实是圆融无为的，确实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法。谁修持三法，谁积累资粮，才能获得解脱。我记得汉传佛教当中的著名大德寒山大师也这样说过，他说方生幼念佛，完修万人正这句话大家应该记得清楚这样呢，我们又要方生又要念佛呢才能获得解脱。我们如果自维护自己的宗派，排斥其他的所有的生生佛教呢，不但不得不到解脱，反而堕入轮回当中。所以为了解脱，为了
让自他的一切众生获得无上的圆满正果，大家要共同努力修啊清净的智法啊，就这是我今天有关放生方面的这个开始吧啊，就是说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件事情啊，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快乐的源泉呢，就是佛陀的智慧。我们所求的知识当中呢，佛教啊，佛教是最伟大的，最上上最无常的啊，就是最无常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在整个所有的世间的学说当中啊，学说当中呢，应该说是佛的智慧，佛的这个大悲心，是第一的啊，就是第一的。这是我们世间的人和学者、人和知识、人和理论呢就是不可比的啊，就是不能呢就是与之相提并论。正因为是这样呢，我记得在《阿含经》里面呢，《阿含经》里面也是说过，一切众民众，日光为最上。啊，一切众民众，日光为最上，所有世间中，佛尊为第一啊，所有世间中佛尊为第一。也就是说呢，我们世间的所有的光明当中呢，是这个日光是最殊胜的，日光是最无常的。同样的道理，世间上的千千万万个宗派，千千万万个学说里面呢，佛的思想、佛的智慧是无与伦比的啊，就是其他的人和学说呢，就是不可相比。因此呢，我们大家要懂得这个学佛的这种优越性啊，学了佛以后呢，让我们就是获得快乐。刚才我说啊，这个世间当中的所有的这些快乐，所有的这个这种。这个幸福呢，也是依靠这个佛陀的智慧而得的。佛陀呢，如果给我们没有宣说佛法，确实人们呢始终都是沉溺在无明的黑暗当中。正因为是这样呢，佛陀在大乘经里面呢，是这么讲的，如来中现身啊，就是如来中现身，出现于世间。如来中现身，出现于世间，什么为开尽慧眼，为开尽慧眼，宁得用暗了，为开尽慧眼，宁得用暗了。也就是说，佛陀和诸一切菩萨，他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来到这个世界上，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为了这些可怜的无明众生呢，大开慧眼，让我们的清净的这个智慧眼呢，就是开启。开启之后呢，让我们见到了一切万法的真相，让见到呢一切轮回的这个痛苦，获得解脱的利益。这样的道理之后呢，我们在今生当中呢也享受快乐，来这生生世世呢就。获得啊，就得到这个解脱。所以说，我想呢，就我们在座的各位啊，每一个人呢，就是都会希求解脱，都会呢，就前往这个快乐的之路。可是呢，我们经常啊，找不到真正的这种快乐的这个因缘，始终是在盲目的奔波当中呢，劳劳累累，最后呢，就自己啊，极其失望。许多人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佛教的智慧当中呢，能寻找这个心灵的安宁，能寻找呢就心灵的快乐。只有这样呢，才能呢自他的一切大事呢得以解决啊。就这是我今天说的第二件事情啊，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快乐的源泉呢，就是佛陀的智慧。通过我们的这个努力呢，应该就是寻找就是佛应有的大悲心和大智慧。只有这样呢，我们自身也会得到了这个广大的力量啊。就这是我今天说的第二件事情。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希望大家这个心持善法，
利益众生。只有行持善法呢，才能呢，让整个世界也是处于这个光芒或者是快乐当中，让自己呢，就是也是始终都是处于一种幸福之中啊。正因为是这样呢，我记得在这个应该在这个佛经里面呢，就是应该是在佛经里面呢，将修行善法这个具施善业修行善法具施善业，如是一人百千胜户。行持善法的人呢，虽然是他是一个人，千百万的这个护法神天神，以及呢，就是非人当，就是天天的是报护。我们都经常看见行持善法的一个人的力量呢，有时候是远远超过这个许许多多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护法神经常加持，诸佛菩萨经常加持，我们的这个众人的话呢，也看到他的这种利他的心啊。有了利他的心的话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会这个发出这个灿烂的这种光啊，这一点呢的确很重要。所以我们在座各位大家一定要学习佛法啊，如果没有学习佛法的话呢，佛法就已经变成心想法了。我们整个教徒呢，也是变成了一种心识化了，所以呢，在寺院当中呢，一定要有这个闻思修行，要讲经说法，通过智慧来教化众生啊，通过智慧来教化众生。那么我们在座的佛教徒呢，也不要就是出于一种表面上，一定要经常这个学习佛法。要这个闻思修行，闻思修行呢要放在这个首位，在这样的基础上呢，做防身啊，念佛啊，参禅啊，还有呢，就尽心尽力的利益就是众生啊，这就是我们这大乘这个修行人呢所做的就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今天呢，给各位在这个古老的禅师当中呢，就简单的讲这三句啊，这希望有缘者呢铭开于心当然呢就是一次简单的语言也是能转变很多人的这个苦难的命运，让很多人呢走向解脱之道。就今天说到这里吧。下面呢，我给各位大家念几个注意的传承和念一点这个发愿文呢，就是做这个结尾。小巴扎军巴扬达巴扎巴桑杰丘江宗丘和罗南巴南巴木巴木金比杰罗拉香安藏龙丘多尔加宗齐。
听导游我说什么。今天你们来到这里的目的不是主要是看，一个是要念经，念经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开始放生啊，就是我听说这边可能好几万只鸟，还有鱼啊，就是放的比较多，这是很高兴啊，这次北京的居士们佛友这么多的人，大家共同做这个善事，做善事，我们每一个佛教徒，包括不太信佛的，也有很多善良的人的一个最基本的人格的原则。现在做善事的人不太很多，在这个社会啊，整个伦理道德逐渐下滑。虽然我们知道是我们外在的物质的条件就是越来越有发展有进步，可是我们内心的困惑内心的痛苦呢也不断的增加。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呢特别希望就是做一些对众生对自己有利益的善事啊。今天呢在座的各位啊大家都有一种热心有一种欢喜心来参加这个放生。当然我们时间关系，我今天呢不多说。我今天强调就是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人生的价值，利益众生，利益众生，这就是大乘佛法的精神。所以我记得在这个弟子问答录啊，弟子问答录里面呢说过于时界下品，唯有利众告啊，这个大家要记住。今天来到你这里的，这个第一句话，于时界下品，唯有利众告啊，意思是就是说呢，我们实践当中的其他的很多事情，意义不是很大的啊，意义不是很大的，唯有的利益众生的话，那么这个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利益和价值是最高尚的啊，这也是佛陀极其欢喜的事情。华严经里面也说了说是令众生欢喜如来欢喜啊，令众生欢喜就是如来欢喜。我们如果让众生得到快乐的话呢，那么自相续的功德积资量自然而然会这个增长。所以在座的各位，今天我第一个希望呢，以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尽心尽力的为众生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啊，就这是我们就今天就是提的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不珍贵，就是生命珍贵啊，生命珍贵。每一个人遇到生命的危险的时候，愿意付出自己的一切财物一切地位一切名声，就是让抱得住自己的最珍贵的生命。所以这样的这个生命的拥有权不仅是我们人类，同时呢所有的世界当中的众生都要具有这样的生存权，也具有这样的宝贵的生命。那么我们为了所有的众生的生命的维护，一定要在今生当中全力以赴的心持善法，做有意义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放生确实有很大的意义。《法王经》里面也说了，以慈心啊，以慈心故，心方生业。一切男子为我父，一切女子为我母。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些众生呢，就是当过自己的父母。用慈悲心来放生的话，那么这个功德是极其广大的。所以曾经在寒川佛教当中的莲池大师啊、寒山大师啊、银光大师啊，就无数的这些高僧大德们呢，都强调这个放生。我们藏传佛教当中也是，全智无垢光尊者啊、初伽巴尊者啊、宗喀巴大师尊者啊，还有全智摩诃仁波切、法王如意宝当无数的智者，也是为这个放生事业呢，就而这个奋斗，并且呢，救护了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我们在座的这个北京佛友就平时定期和不定期的经常就参与放生，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有贡献的。哪怕是在一个月当中，或者说一年当中放一条这个鱼，
一直量，那么这个功德呢就是不可思议的。那么方生的时候，你们如果方便的话，我今年做了一个方生之歌啊，方生之歌应该在网上也有。我们意思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废气呢让它回归自然的时候，就是让天人也是会感动的，天王也会感动的。那么我们欲类的这些众生，就是放到水里面的时候呢，龙王也是感动的。还有我们在藏地的这个牛羊啊，就是这些呢也是放在这个草原上的时候呢就是也有很多的这个诸尊会感动的。我大概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这样讲的。这我就是平时放生自己呢这个放生过程当中体会的一种智慧，体会的一种感觉。的确是我们放到的这些众生，不单是他自己也获得了快乐，而且整个这个世界，整个现在强调的是各界和谐社会。那么这个要真正做和谐社会的话呢，可能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才能就是得以真实的和谐。所以呢，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说生命是最珍贵的，要生命珍贵的话呢，我们要保护就是所有的这个生命啊，包括所有的生命。同时呢，如果有能力的话，自己哪怕是一条鱼一只鸟也要尽量放生的。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们真的还有放多的这个生命了就是我说的是这个生命是很珍贵的，就今天我说的第二点就是这个。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说这个学习佛法就是对我们的生活带来最大的快乐啊，这个是我今天说的第三点，大家要各位要记住。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自己那个学佛很多年，大家应该可能就是也听说，就我们藏地呢大多数都是从小都是信仰这个佛教的，真正的学佛研究呢可能也有二三十年了。那么你们在座的各位呢，可能有不同的这个情况。总的来讲呢，我们现在人的快乐、人的幸福是完全是依靠外在的一种满足你的房屋、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地位、财产来满足你。从外境当中获得真实的快乐的话呢，相当的困难相当的困难。所以，如果一个人有内心的自在、内心的看破、内心的这种宁静。那么这样的话真正的快乐呢就是自然而然获得的。所以我希望呢，我们不仅是在外资物资方面有丰富的这种资源呢就能满足每一个人的基本的这个生存条件。然后同时呢，每一个人呢不要那么的奢侈，不要那么的这个贪图不要那么的这个欲望强大这个社会当中现在特别不近人性的许许多多的这个事情呢日益泛滥。所以我们很多佛教徒呢确实在从内心当中找到了就是宁静，找到了快乐，找到了自在。这一点我说在座的各位大多数都是真正学习大乘佛法的。我看我们这里学习如心论啊、千心啊、菩提道次第论啊，很多的这个特别殊胜的、特别有价值的这些教研呢，就是在这个学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你们不断的要充电，不断的要学习。因为学习佛法呢，不像我们实践法一样的那么简单的，一定要下功夫。下功夫以后呢，我想佛教的智慧当中所得到的这种快乐，远远超过我们世间的各种以感官性而获得的财物的价值。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外在的这些这个事物啊，我们一般来讲是要得到很困难的。即使得到的话呢，外在的这些境想呢，很容易就是耗尽，很容易呢就是离开你。而我内心当中佛教的一些境界呢，就是不容易那么。为什么现在这个汉地大城市里面呢？自杀的那么多，我看一个统计报告里面说啊，中国每一年的话呢，20多万人就以精神这个病啊而这个自杀的，高等大学当中也好，或者世界的任何一个其他的团体当中，自杀性是非常这个自杀率特别高。
而我们藏地的话呢，99%的人就是信仰佛教。正因为信仰佛教呢，很多人都从来听不到是因为感情而自杀的，或者因为自己的这个事业不成功而跳楼的，这种现象是没有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藏传佛教的这种精神呢，确实是对人类带来了无比的快乐和安宁。因此呢，我们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人呢，就对这个藏传佛教的高僧达德也好，对藏传佛教的教义呢很有兴趣，很追求的原因呢，并不是盲目的，也并不是呢就像是现在有些追僧族追求迷信，不是这样的。应该说，很多人从自己的精神呢，从自己的这个智慧呢，就是要得到更以充实、更以圆满、更以完善，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因此呢，我今天就是第三个希望呢，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完全是把这个自己的快乐寄托在外境上的话，那就是相当困难的。这也是我本人多年这个学习佛法的一种这个心得分享吧。那么有少部分的这种这个时间和精力呢，用在学习方面，做禅啊、念诵啊、看书啊，尤其是呢，我们要这个学习啊，就是学习这个学习佛法。我在这里这个学佛的这些小组里面呢，就是经常提倡文思修行是第一啊，其他的一些心想的一些简单的什么这个做一些仪式啊，做一些其他的这个行为呢，就是我们放在次要的。所以北京这边的学佛的人呢，我唯一的希望呢，最好是你们把这个精力呢放在这个学习上啊，你学的越好呢，就是最后对你自己得到的收获是越大的。你们学的再好，也是对我个人来讲是也毫无关系的，但是呢，对你们个人来讲，确确实实是收获是很大的。学佛的人和不学佛的人，从心底的这种善良啊，或者做任何事情方面比较起来的话，有天壤之别。因此呢，这个学习佛法也是主要是这个利益大乘，利益这个众生的这样的一种大乘教法。所以我今天呢，就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这里呢也没有必要就是说很多。如果你们真的是有信心、有兴趣的话呢，我们通过网络上啊，通过光盘呢、啊，通过发本呢、啊，也跟大家就是可以沟通和交流。就是你们今天也并不是来这里来，可能今天想听我的话，就是今天呢，就是只不过是有些是好奇心，有些是我们很长时间呢，就是大家共同这个互相这个学习过，但是呢，就是一直是没有一个机会，就是大家共同这样这个见面呢，就是我听说就是也有这么一部分的。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见面不是很重要的，握手不是很重要的，拍照相也不是很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佛教的这种心理的思想的教育，这个是对你来讲是人生的最重要的。如果你真的是把这个藏传佛教和佛教里面的教义融入你的心的话呢，面对生活、面对生死、面对任何一件事，对你来讲是收获无穷的。如果你没有得到心向上呢，就什么样的这种表示呢，就是也不太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呢也很高兴，就是大家就是共同发声，同时呢我也做这样一个简单的这个开始。那么我的开始呢，就是以这三句话来就圆满。接下来以后呢，我给大家念几个咒语的这个传承啊，还有一些佛号，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这个念诵的这个加持。在龙车队交通局，正等等等所把这正办，到把这做不上，地区长将做上在龙车队交通局。正等等等所把这正办，到把这做不上，地区长将做，区长从出口路那边路边路边停的家伙拉上在龙车队交通局。正等等等所把这。只小鸟回归蓝天，欢乐的歌声弥漫天际，天王感动降下了福星，山川河流相和爱意，条条小鱼回归沧海，自由的舞姿摇动海域，龙王感动洒播出甘霖。
Oh, my name.